育大地。我儿子还好吗？为什么医生要叫我们大家都出来啊？会不会是医生想要内诊？啊！不然他只是检查瞳孔，为什么要叫所有人都要亲？他怀疑罗医师，怀疑罗医师想要乱来。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那个罗医师是他刚刚帮姐姐看病，他要亲诊，对不对？就那个挂在脖子，他这样子。你真的假的？对他根本就是假医生，被你讲中了。他就是坐在这里，然后飞出来，对。然后还这样说要听胸口，然后就挂在这里再这样听。今天啊，阿布生气了。阿布生气，为什么？阿布住院的时候都没有内诊。罗医生，没有其他的反应。我把你调节，今天儿子啊，而且阿妈的医生好像从来没出现过。听一下，听一下。哥哥要不要？想听要挂一下听。想听。这个医生挂一下听哎，我还放了奇怪，我那。我呢，咱即马吼先去阮家的庙里拜拜，请下神明哦，保庇阿妈，保庇阿姨也当。我们可是我们不开心呐、啊。然后你要跟他们说张母阿月。现在少吃点，麻烦你，我不会，拜托你走。哎，你来做啥？啊，冷静。对，过去呀。不要嘞。啊？你看笨娘啊，没啦。最近天气吼，较凉。秋天了。我先回来啊。笨啊！我来，我来。有没得事？我来拜拜好啊。哎，这里，我要干嘛不？我怎么爱皮呀？阿玲哦，不要去这里，阿哥来姐姐祈福嘛。那你讲哦，你白当好妈咪啊，赶快起来当面上去哦。那样的无，你也可以变个男装，对不？发财，恭喜！就很，以前就在。明仔嘛哈，明仔的，我不要讲。编剧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，走好。基本被拆掉了。